那是金门，咱要来去吃蚵仔煎。道地蚵仔煎，先讲道地，这是金门真有名蚵仔煎，地瓜粉、太白粉，还有个啥？长桃啊？嗯？有酸辣、啊，酸辣、啊，高丽菜，高丽菜。啊，人客来才当场咧用安尼哦。哦，安尼唔带保鲜，唔带新鲜。嗯。我、哦、这人客有来，才有咧用的哦。对呀。啊，有一客有遮多哦。无，啊，因为阮这拉无可能来一客的嘿啊。嗯。你听。对。这差不多做十几客。做十几客。哎，但是等下下面都有人客你未？哦，等下下面有人客你也知。哈，我知。有。哎、欸，啊，恁这煎法甲台人较无同，甲蚵仔，甲蚵仔拢直接放入去内底安尼。那是煎较侪分的，安尼热度才有够。那是热度伤悬，安尼煎起来就是外焦酥酥，啊内底啊未熟，所以火候真重要。因为台南是先将迄个粉啥拢先装落嘛，啊。你台南买伊是有诶是用糯米粉，啊有诶是太白粉。对。嘿，无像阮遐拢地瓜粉，地瓜粉伊甜度较有够。地瓜粉诶甜度较有够。嘿，啊是，所以阮诶煎起会比较较无像恁台湾安尼嫩嫩。金门因为使用道地的地瓜粉，加着伊的石蚵，所以整体伊的滋味甲台湾，差真多哟。阿酱，哎，啊，这交阮台南食法拢无同。我的金门蚵仔煎好啊，啊，较常要食看卖者。